啊，如果你不要保养洗套餐会怎么样？就是个别单。那我可以不要保养这些吗？啊，什么不要保养？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我们先看到一样，先放在旁边给你们看一下，整个部分全部在跟你做个确认。今天16万公里的容量，今天机油有自备。好，那今天保养部分，就是其实它是以 B 套餐的一个保养内容来做处理。好，那主要会更换的部分就是机油、机油芯、汽油流失垫片、冷气流滤网，还有刹车油。刹车系统的检查清洁，会有个刹车系统的清洗剂。好，那轮胎每万公里前后轮，我们会检查胎纹状况，是状况帮你做敲扎的对调。那另外，因为16万公里本身它有一个差速器齿轮油的部分，所以因为今天上次水箱水已经有换过，它包含在 C 套餐里面，所以今天帮你调整套餐。差速器油更换公司450元。好，要车辆油品的部分，这边齿轮油会有3瓶，前面2，后面1。加泄油的垫片会直接换新，不重复使用，总共会有5个，好，这样子。那另外还有空气滤芯的部分会做更换。那刚刚有跟你提到的部分，电子节气门的清洗，好，450元工资，要记的部分340块。好，那朋友嘴上次是很多人清洗，他4万以前。4万以前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可能还是会建议做个朋友嘴的清洗，这样子。好，今天预估的保养部分费用再跟店里看一下。所以你刚才说这个不是2500吗？它是工资。工资。工资的部分，它这个套餐的部分，它就是工资加上这些零件的一个价格。好，啊，为什么要用套餐？因为套餐这个是全部啊，所有这些全部这一个部分哦，是只有这个部分而已。OK， 了解。好，它的工资的部分，像我们 A、B、C， 我们现在都是 A、B、C 的，它就没有详细列出来哪一个。对，因为其实套餐的部分就是这样子，因为我自己是开别的厂牌的车，他们套餐就是 flat 一个，我知道他换了什么，他上面一个金额，我也不晓得他工资多少钱，零件多少钱。其实现在部分为什么要用套餐？因为套餐有优惠。但是这边我可能先跟王先报告一下，因为今天其实我们机油自备的部分来说，它不是用套餐。那没关系，刚刚我们同仁已经先跟您报了，今天我就这样子下去安排，没有关系。OK。对，您看一下有没有哪边不清楚需要特别说明的 ？OK， 是这样子，是1163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。那今天您会在这边等吗？对，车子好了，帮你洗个车吗？好，那我这边单子我都会一样，就是都放在后面。那今天以这跟刚刚这边跟您报告的部分来下去做处理。好，那您看一下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是不是请帮我签个名？